本人謹代表麗思迪智能窗簾有限公司，多謝貴會今日頒發最佳中小企業獎。本公司植根香港超過40年，過去咁多年為香港的經濟作出一個努力奮鬥，今日獲得社會和商界的人士認同，本人深感榮幸。嚟緊未來，我哋希望繼續推動呢個太陽能窗簾同埋智能環保部。我哋期望喺工程界上邊，作為窗簾行業有一個帶頭嘅作用，推動環保窗簾，使到喺現今資源短缺嘅社會上邊，咁可以有一個節省能源同埋保護生態。多謝。